第八题，下列哪一项不会有测量误差？题目叫做测量误差，我们知道只要是测量它就会有误差，所以 A 降雨量多少毫米是要测量， B 出桌长度这也要测量， C 室温这也要测量，所以 A、B、C 都是测量结果，只要是测量结果就会有误差。猪口袋里有九个一块钱，这是用数的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用数的，用数的是不会有误差。所以第八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哪一项不会有测量误差？我们呢，答案选猪，口袋里有九个一元。